据悉，深海昆剧团五日发布2019年演出季剧目，重头戏《浣纱记传奇》精彩亮相。上昆今年演出季在剧目建设上，总体原则是守正创新，让古老的昆曲焕发出更加灿烂的新生命力。重点剧目《浣纱记传奇》是第12届中国艺术节唯一昆曲剧目，该剧本着寻根访源、致敬先贤的初衷，反映了昆曲发展历史上创造性转变、创新性发展。这不仅是一次简单意义上的新剧目创作，更是上昆引发了一场关于剧种发生发源的研究讨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